有这样一所大学，它的成立受到毛主席、周总理的亲自过问。有这样一所大学，它的建设备受整个行业的关注和支持。有这样一所大学，它的科教创新成果支撑着一个行业的安全、快速、高质量发展。有这样一所大学，它被各级政府视为发展战略产业的科教新引擎和创新动力源。有这样一所大学，它的毕业生遍布世界各地，培养了我国民航职工的七分之一，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更是占到三分之一。这所大学随新中国民航共腾飞，将大学之道书写在天地之间。这所大学是中国教育最有特色的高校之一和中国民航的最高学府。这所大学瞄准世界前沿，争做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、科教创新排头兵。这所大学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民航大学。这所大学它被誉为中国民航人才的摇篮、科学技术研究的中心、国际文化交流的窗口。